要应该叫一船的人。这个汽艇就是他们坐汽艇的要加300块钱，我们没加的就坐这个木船。今天天气是阴天。哦，降落伞。这个是叫什么岛的？我们9个人来到这个叫什么？三个岛没升级的岛，这中午的菜。中午吃这个，这个虾感觉不错。哦，这边两个都是提前做好的，然后用这个保鲜膜封着的。他三个的，他过来三个。这边两个，两个这边可以做一个。两个啊，有两个。光盘。都吃完了。还在吃，长腰长个。不行，人家还有没有？不行不行，吃完我陪你啊。我手机你要拿的吧。那个茶有奶香味。今天早上喝的那个茶，感觉味道好，挺奇怪的，就是没太习惯。这个还饭没吃饱呢。吃饱喝足。这边还在吃了，这边还在吃，我们吃完了。哎，他们是升级的吗？他们的餐比我们好。哎，这边他们吃的餐比我们的好，我看还有海鲜呢。我们又要出发了，就是来这个岛吃个饭，然后接着走了。走啦，他们都在上船。很高兴认识你，我是蔬菜。